那个，去找个充电器再进去。那小的充电器，对，就叫阿姨去找去也行。 整体往后退一步，好 ，OK。 来，准备。小鱼同学一直很帅。
是的，是的，今年刚考上。我们这没有云姨的哦。这个是室内音响，这个不是室内音响，这是遮翼的。这个孩子也是今天考上遮翼的，这个也是今天考上遮翼的孩子，这个也是遮翼的。这个孩子无锡一校，弹技是零基础的，因为以前没接触过。他来我们一门学习的时候，就是基本功是零基础。他们穿鞋就可以了。一考的话是75斤，那刚考上附中的，刚过来学。这位是我们的孙老师，现在在浙江艺术学院任教。
来我们请过来给孩子我们国庆集训，到时候您直接私信我们，到时候咱们私信聊。那些是今年刚考上的，还有。有上一年级的孩子，一四七的话，体重要57，一般多大孩子是？小学三年级到初三，12天，我们暑期第女孩子小一考160，体重最好保持在70斤。如果在这基础上她瘦到了，还可以再往下瘦到3到4斤。软度课一般肩、腰、腿、胯、脚背、膝盖、体态。那老师都是折翼请过来的。您家孩子考上哪里了？就2、3年考了，我们这边一天是5节大课，每节课一个半小时。
不是不是，他们当时3岁12岁。备考的这些都没有考，他们有3年级、4年级、5年级、6年级。4年级，后面的也是3年级。这些孩子来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一岁。这个是小男孩。玩花灯，这个是我们11节课里面这些。这个是初中一班的蒙族，整体往后退一步。Thank you.
稍等稍等，我听到歌曲了，在这边打印。往里挪一下，往里挪一下，对，他们要从这儿出，对，往里，够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稍微给一点啊，别，后面注意一下啊。接下来是。